因为没得什么特色，你一说什么好吃就是特色。我买就每天来，每天来吃，你有这个自信就可以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在成都吃冷锅串串。那这家店呢，我们前一天就来过了。他们家关门，凄惨。走，改天再来。好吃啊！每天下午都是满足，是啥不好吃的？是顶呱呱还是一般般？还是还可以？顶呱呱，真的非常认可你们家。那我改天再来，谢谢您了。这么超大一把，5毛钱一串，你猜一下一共要多少钱？他们家有干碟跟油碟，我先从干碟开始吃起。牛肉很嫩很嫩，鸭肠呢超级脆。哇，这个蘸干碟汁好爽啊，花生碎、芝麻碎加上辣椒，吃起来巨香。牛肉很精髓，怪不得刚才有人拿超级一大把牛肉。啊，您上了蚊香，我这真的太棒了，太感谢您了，谢谢您了，阿姨真的救了我们一命。这儿咬了一个包，这儿又咬了一个包。我太喜欢这么吃了，我觉得这样吃又不烫嘴，趁热吃一个脑花。不摆了，不摆了，太嫩了，真的，嘣，爆开，爆开，爆开，就这种感觉。蘸干碟试一下。哇，这个真的好推荐，好好吃。邻居大哥果然没有忽悠我，那家好吃了。冷锅串串跟火锅跟串串香完全算近亲了，因为这个除了这个锅是凉的以外，其他都是热的。那火锅也是热的，串串香也是热的，钵钵鸡哦是凉的。吃起来就是完全不燥，就是很舒服的状态，微微辣。我先吃一个，就是我一直想征服的东西了，就今天搞了其他头了。这个鱼腥味被压得很低了，已经很像煮熟的山药。知道这是什么菜吗？像一个花瓣的感觉，哇，好嫩啊！哇，这个土豆我爱了，吃到现在还是脆脆的感觉，好好吃。嗯，这个午餐肉很一般很一般。我觉得我已经适应鱼腥草了，甚至觉得它有一丝丝的好吃。整个味儿都是足的，就是一股辣香、卤香，还有牛肉的这种香味。综合来讲，他们家的串串该嫩的嫩，该脆的脆，足够新鲜。我觉得试一下，今天我们视频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